有请。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王世杰。后面的朋友，麻烦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前面的朋友，第一首歌带来《一片天》，希望各位喜欢，谢谢。滚落的小河，冷冷冻干枯。唔通小心别人的动静，你的不顾。当初怪我太糊涂，跟著别人的脚步，碰动的过去，谁人无？也知无原谅，有沉重的气，不知何时才会当回去。心肝，抬头向天空讲悲，但命运吐一口气，真正的情义在哪里？我用生命搏兄弟的志气，我用自由换青春的无敌。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我用欺骗名字头顶一片地。现在黑暗中有沉重的气，不知何时才会当回去你的身边。抬头向天讨公平，但命运吐一口气，真正的正义在哪里？我用生命我用自由我青春的目的，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我用欺骗名字头顶一片天。我兄弟的志气，我用自由我青春的目的，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我用欺骗名字头顶一片天。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可以吗？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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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泡蛙声就是我的力量，好，麻烦过来一摆。现在流行说什么叫尖叫声呢？人家说少年的叫尖叫声。我嘛要听看嘛，一个欧巴有尖叫声无 ？OK，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好，接下来带来一首《忆难忘》的主题曲《情难忘》，希望各位喜欢，谢谢。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夜夜个想你想到用，明知夜的约是悲伤，嘛是对你痴情难忘。家人啊，伊甘怎的苦衷？非常大的一个气场在这儿、啊、哇塞我的天哪、啊、你们再叫一下我听一下叫一下、啊、这个如果是为我叫的不知道该有多好妈呀你啊这里话很酸哦 我听一下有没有为我叫的我听一下哦送送送这样好啊这样好啊我没担心吗你呢我能站在你旁边我这四人都没什么危险吗不是啊你啊世贤哥好你好今天的压轴剧心情到我们王世贤大哥哈、啊、真的是男神啊我们从小到大您就是这样都没变很奇怪没有我其实我一直做自己的哎呦、欸、我其实我拍戏啊、嗯、唱歌啊其实反正就是随遇而安的、啊。对啊，哎、欸，你最近有在忙什么吗？就跟明雄一样啊，拍阿姐。伊拢不爱讲诶，都讲了，伊当讲较侪代志无，伊拢不爱讲，伊边讲跟他唔讲。哎，未使剧透啊，啊，你也当剧透无？我未使，你嘛未当。伊都讲想讲，伊就拼性命，把所有责任拢送来甲你家。哦，伊讲恁两个拢阿姐咯。啊，无啦，啊，伊嘛算阿姐啦。啊，你是大阿姐咯？哎、欸，我大阿姐啦。你算结公啊？我大阿姐。算我换贴诶，换贴诶，你妈子诶。啊，讲恁家诶兄弟诶故事咯。
哎、欸，嘛是咱砖头的故事。哎呦，哎、欸，这小文青在干嘛？哎、欸，我在透露，因为阮在那家己破处拍。哦，破处啊，嘉义铺子嘛。是是是。然后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天哪、啊，好期待哦！啊，家家户户啦，左邻右舍啦，吼、啊，一些温馨的一些故事。哇哇哇！这个他刚刚其实已经有讲那个上映的时间了哈，是九月份嘛？哎、欸，对对对，九月哈，九月份。其实现在差不多，大家都很期待的，对不对？哎、欸，现在如火如荼的在拍摄。哇，这个有我们世贤哥在的，那肯定是的、啊，收视率的保证，大家一定都是引颈期盼、欸。没有啊。那说到歌曲啊，今天世贤大哥一来，你刚刚两首歌那并不样久哈，我觉得我真久无唱歌嘞。啊，真久无唱歌。你都要唱很牛的吗？啊，无咧，真好听啦！那有人发到全场唱到安尼啦，那有可能的代志，不科学，真的不科学。没有啦，现场比较有气氛嘛、啊。可是你，我觉得你的个性也是这样，台下越热情哦、喔，你整个就会，哎呦呦呦啊，哦那个，哎呦呦呦，哎呦呦呦，你想啊，几乎火力全开啊，你把这种瞄掉的地方，哦，当然一定有。等一下会不会更热情？没有，我们让王世贤大哥不想离开这里，这样好不好？会使吧？啊，可以吗？一直甲唱落，安尼好啊。哇，你话头前几百人家，哇，突然间就是有一种耳朵好像灼闯的那种感觉，归安尼。之前即摆头前即目睭，大家目睭拢变小爱心安尼。哦，大家啦。我原本安尼烦恼啦，哦，因为哦，超过头九点以后，哦，我咱较迄啰固定的生活的人，人就较早休困啦。啊，你有？我最近我最晚无人力。你想太多了啊！真的、哦，这些东西前天就来占位置，有得被看你。帐篷都要给修起来，有得被看你。拢甲王爷讲讲，王爷讲，你的生日我会帮你办，但是我先来听王世贤好不好？啊，当世贤哥也不要让他们这个失望。好，你的每一个表演绝对是他们最难忘的一段， okay, 好不好？ Okay, 好，那我接下来带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你哪一首不耳熟能详啊？你每一首都耳熟能详。没有。这一首是什么？也是一首很轻松的歌曲，叫《卡打恰》，掌声欢迎！谢谢。哇，这首歌需要大家来帮忙喽，好不好？阿辉唱的，跟我一起唱。然后手上有手机的，请打开你们的啊！对，照明灯啊。世来世去，骑阮的卡打恰，等待你下课。为你每天做阵行，轻轻心内话，看到车轮脚踏声，阮的希望拢寄伫这。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听咱谈恋爱快乐用的心声。阮的纯情梦，为你每天藏伫这，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青春甲记载，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谢谢大家，今天世贤非常的开心，来到这个地方啊，安师傅跟各位见面，希望今天带来歌曲啊，大家都会喜欢。世贤也要借这个机会啊，祝福大家啊，每天都能开开心心，心想事成，美梦成真，永远都有颗年轻的心。谢谢。来哦，继续哦。世来世去，骑阮的脚踏车。等待你下课，陪你每天做阵行，轻轻心内话，看到车轮脚踏声，阮的希望拢寄伫这。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声，阮的纯情梦为你每天藏伫这。
藏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当然，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当然，我今天要特别请一位来帮帮我啊，我们要请晶晶，晶晶来跟我合唱这一首《云中月明》，谢谢。大家以热烈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很荣幸可以跟世贤哥合唱这首歌曲。好久没唱这首歌，多多的尊敬。
一下青青哈，真的非常我们感谢所有今天晚上来到安琪府的所有的好朋友，你们开不开心？开心。等一下我们在11点几分，来等你哈，下面咧先来你们大殿，由着咱的主位率领，咱来正式为咱丢你无千岁来接受团拜。那你在1点半的时间呢，我们现场会有一个高空的烟火秀。